还没有做核酸检测的，抓紧时间下楼了啊！最后一次通知，最后一次通知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在做这个核酸检测，防护服、防护服，说实话之前都没有穿过，这一次呢也是这个第一次，每天下来都是全身都是湿的，很热。这个是2栋1002的，我们要找一下，等一下要车送，差不多一车满了就送过去，每家每户。大概每天要送多少趟啊？哦，起码要送10几20趟，十几二十趟，有可能，有可能还更多。二栋啊，看短信。这是二栋的屋子，有时候看到垃圾我顺便带下来，然后放到我集中一起交叉。你好，你的屋子到了。请接收，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。我们一起加油，等到小区解封的那一天。